应该是。哇，足足八万字打下去。这有点难受。还是有问题啊！你就说我黑幕了。应该。游戏开始啊！不要再看着啦。他前天连续把北四次的，真的跟鬼一样，跟狗一样。靠，连把四个北。所以你在打麻将？没有，现在打喽。现在五个人就打喽。那现在六个人，不是人啊？那我走。现在八个人，现在六个，我们可以三三麻将。没事，我这边少一个就可以。他就是不想跟我同队。没有，你可以跟我同队。他大概就说跟他同队要少一个，你就说我要多一个，然后你就说哦没有，我这边少一个就可以。没有，我是哎，你今天不然讲什么话都是错的啦，哎，可以。抱歉。讲完自己的方向。不知道对面怎么强，确定是对面很强，还是我们太废？哇，我们阵容太废，还是都有，一定是刚刚那个血红伤了我的心，所以是我的变实力了。把对面当成发泄的道具就好了。不要不要，我被鱼了。哪里拍？阿雄怎么打？什么指令啊？什么东西的指令啊？音乐的指令。我操！
他不是有介绍吗？我忘记了。好啦。OK。那当时你先把他叫进来呀、啊。我不叫哎、欸。不是啊，这边又没有，你要去我的房靠腰哦。哦，对，没有。在哭好搞。白痴哦。好的哦。好。拿腰进来了。不要来。先加大号腰。不要那么远。我这边都痛啊！营救我！太远了吧？竞争姿势不错。嗯。干嘛啦？我在腰了，你等一下，你不要激动。怎么扯烂啊？可以腰了，你看我腰了。你腰了，哪里？他没有进来啊。干，继续这里哦。哇！是，我不要点烂，我不要拉打拉烂的这艾克。干！我被我一家克烂。妈的！哎！哎！哦，好烦哦，一直晕。哇，干，要擦一下啊、哦！啊！啊！哦！直接走进去。好，我要进来了。那你要去哪里？等一下，等一下。我有猫啊，我飞了。哈哈，丢咖喱，丢咖喱。你打斜线就有指令了，看好了。好。太激动了，再吃一片。那个桥好烦哦！他整天不干就干我哎！你不爱看啊？他说你看，哇！准备资源回收了。干，我滑鼠包什么今天都转不过来，好奇怪啊！我干，我 FS 打太多了吗？在玩 Apex， 我总觉得我今天滑鼠一直甩不过去。我真的举手没事了。靠背啊！但他没权限来靠背哟，因为白痴哦！你还叫机器人啊？对啊，叫他干嘛？浩博哥、啊，可是我觉得音乐自己听就好了。你们加油，又不知道怎么用。你给他权限哦，你给他权限，我们就帮他那个机器人一进来，我直接把他禁了。好，给我干嘛？嗯，对。
妈的，奇怪！给谁权限？我给，我给，我给。给机器人权限了。我给了。拜拜。玩完了，快不行了。今天。他是要不要进来？你要 call 他。他已经有权限了。怎么又是陈先生的话？江明要被撸爆了！你要确定是我撸他们，还是他们撸我？他们撸我。哦。他会有广告吗？跟我一样。不会。他不会有广告。他说他都把机器声音关掉，你这样打我就。是啊。阿西巴。阿西巴。你怎么冲出去了？是，我还在扛，扛不住了，没有，没事，赢了，哇，你确定？哇，我以为赢了，只是有人在 A 小兵。好怂哦！他居然不是翻你，他是往后撸。因为我反正没有哪来的，对，你前面。你小心，你小心，别打小朋友。下面我知道是多大。大明鸟，有斧头。得了，对不起。有没有跟到？我被维嘉晕住了。好扯哦！维嘉，啊！哇，好痛啊！他怎么一直放我大绝啊？
但我不觉得我们打后局内输了，但前提要先到一些。他妈的！哦。哎，你妈小啦！我很痛。我来了，继续撸他，继续撸他，撸另外一个，撸另外一个，他撸不到另外一个了啊！撸到了，他撸到了，你撸不到，你要我撸不到，哈哈哈哈哈，没大了哈，啊啊，没队友啊，我那个。往后拉一点，要不要？敢不敢往后拉一点？哦。被打住了，拜拜。算了，一直跑哎。这怎么打？行。这怎么打啦？我觉得我们这场角色被 counter 了。就有时候很多时候是脑抽，没有哎、欸，我们的配合不及啊，我上了也没上，你上了我没上，有可能，他上了，他上了我没上，我们一上午先去厕所。还是以为你要打，那我先去其他地方。一比八那么贵、啊，会不会改天你们让你就说哈？对，
他在测试。如果你选双鱼的话，是不是就跟对面的小鹿是一起？好像是。平衡。那你看对面是两只双海耶。所以他其实应该会出十二只英雄星和一个大雄。啊，不知道。那他看到是那样我啊，你是双鱼啊。那一个谁？哈哈哈哈哈！哎，这个角色有南瓜哎，刚下的南瓜，你看后面，哎，好可爱啊！哈哈哈哈！哎，你太失落了，不同失落了。打南瓜。哎，朋友有难。朋友，我混出来了。喂喂，打原神启动。
哦，你怎么那么痛啊？看要被别人问到没？我靠！你要确定呢、欸？你很痛哎、欸，你的那个 Q。我可能也原神启动。蹦蹦蹦蹦炸弹！名模，名模，哥。很吵啊！
哎呦！共共的，共共。屁嘞，这样痛啊！直接不敢过来，他死了。好啊，我这里空气很干净。好啊，都别过来啊！好啊，那就是这样了、啊，文轩。你不过来，那我过去了。等一下，十秒到。好像跟大局好。这个是啥？哦，牛逼的，操，这个操作。他点错哎！你还站着看他点，那你有个鸡排？哎，你快跑！啊，回家买装了。哎，我去！哎，好了，你们不要这样了，我让你再玩一下。哎，
应该是这样的。震动而已，需要我。我觉得我挺痛的。呜呜呜呜呜呜呜！哎，你不要我，你别打我。胖子，我弄掉。哦，他们复活了。大家都好猛。兄弟把人家抓回来，我让他没法。
确定。你要追谁？你要追谁？你要追谁？你追谁？唱歌来了！你是渣男哦！你现在上那个，你现在上这个，你是渣男。没有，我反不回去。那直接放开就好了。
人生退路。后面歌词操靠腰没事Go 你会被圆筒电我躲在那里我嗯下个锅一定中。弄个戏，弄个戏。哈哈哈哈哈！按点回来。
才会走回来，很白痴是不是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又走回来了。快打！不死他！我真是打死你！是。他一定在某个地方。在这里。简直没救了！破甲剑，我有。有梦想，好缓哦！哇，跟不到。哎、欸，被炸到了！完到了，完到了！开好，开满，开好，开满！嗯，啊？你们知道你会提前爆吗？我觉得我好像不会死。杀一个就可以爆下去。再攻攻，再攻攻。两个应该打得赢。草莓很痛，还是下面那只很用力，这上面的更明显，下面的更明显，上面的对，微微朗普。这个傻樱花怒眼啊！靠腰，哎，撤！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没打。撞一下，撞一下。啊，不是，不，他撞到了，他撞到了。不是啊，我以为你要冲哎、欸。我不是他吗？不是啊，我过不去了啊。烟花蹦蹦蹦，来看，不要蹦。他怎么没有蹦蹦蹦？那我太失望了。哎，想干嘛？
我觉得我没有声音痛。哎，靠呀！他怎么突然换枪？A P， 大雪球，不能打得赢我。我走了，没关系，我走了。哎，哎，我好像有点转。那怎么好像有点等？队友来喽！还有谁？哎，屁嘞！为什么？你痛？哎，这个隔离不好烂。我再放一个，还敢连同我啊？哈哈。啊！哎，我怎么中到两个？那突袭啊，那突袭过来没？啊，那钢普应该闪现过来撞我，然后没撞到。哎呦，不是！哎呦！没事，你的操作我都看在眼里。啊！我都灌好了，我刚刚看到大绝好火，快赢了！来一次烟花，烟花蹦蹦蹦！有了，我碰到了，我开心了。看嘛啦！啊，又要被臭死了。不想被臭，我走了。我怎么拼？我怎么不拼了？我只是确保我有助攻。等一下就是你我怎么不拼了？等一下。哎，啊，我怎么知道血光？等一下，我好卡。阿雷夫吗？爱信。等一下，我被 DDoS 了。哎呀！等一下，我被 DDoS 了。是啊，没有人啊。不是，太急了。完了，新技能来了。
靠呀，怎么跑那么快啊？是啊，干我拼怎么爆掉了？三强，这没有爆的很严重。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载那个东西？哎呦靠哟！你看我真的好卡了、欸。我现在只有开 No 跟 Discord 呢、欸，怎么可能爆屏？等等十秒，等十秒，等十秒，等十秒。来不及了，他们开了。不是他开他死了。韩国女士他妈都提早一大，没有，我看这个，啊，我烟花没扫到，嘎，你们看不到，我翻弄，干嘛？我好痛啊 ，A 兄。你觉得这个我这个出装有料吗？很痛哎、欸！我刚才点那个谁，三下就没。被爆屁！快不会走，你不杀小？小弟，进去。哎。哦、小莫来了，看你怎么不见了！原来这是熊的死亡句子，熊我来了！小，哎，哎，你火攻被吃掉了。他的枪比我快。喂。刚刚那个被吃掉了，我应该没有普攻下去，那个动作还没下去。你的，我看你子弹已经飞到一半了，阿云救我，阿云救我，我是前方，咦，阿云救我，领域展开，阿云换我救你。哎、欸，你能救我？干、啊、没有？操！来了，我来撒烟花了。哎、欸，没收到。我们他两枪都不见了。太冷了。是我开直接站 A 这样是没问题的。我想说我死了就跟他站 A， 结果我 A 赢了。我来放烟火了！
拜托要放到啊。图奇，你要跟我单挑吗？笑了。好旺啊！这跟你是同个派系的。他没有拉距离，他直接跟我硬硬 A。那当然会输啊，怎么可能？而且他又是玩魔宫。我问你要拉他，结果你是要让我干的。这出球我秒不掉了。我没有烟花可以放了，各位。哇，好痛啊！你怎么出一个寒冰霸权之后全部出魔宫？啊！我有出血啊！伤害是魔宫跟血啊，全部都出魔宫跟血。我怎么不见了？按错了。靠腰，我瞎子。哎呦！看我好卡。那你要炮台一发吧，也是一发给他死。宝贝，他接你头啊！我的炮台剪你头，不是我。他死前这个炮台都剪你头。他在干嘛？哎，操你！啊，他怎么可以快死？要不要被小兵揍死？我要洗枪，我要洗枪。所以我在洗枪。我的血球被撞飞，为什么？怎么可能撞到我的？有没有炮来打死？我真的没绕圈圈，操！他妈正经跟你讲。可以结束了吧？他好丑。刚被缓了，然后，然后我刚才慌了。将你的枪丢丢丢丢，哦，你没大，你完蛋了，哎屁嘞！小了，哎，有了有了，我的ping回来了。我不会再被 DDoS 了，太棒了。
你被拆的一清二楚吧。我操死了。这个跟这个嘛，然后就还不是要等人啊。走出去了啊！我是不是回得来？啊，算清兵了。没事，他在我们那边玩，不要理他，他们剩一个毒堡而已。嗯？不是。好恶心哦，他还放驱鹿。这场也打太久，要结束了，各位。可以留个一只小兵给你。可以把他盾打掉。可以不要急吗？盾人。我枪很好，刚好。再撒个烟花。下一把枪人。为什么我真没有大学？吃到大学哦！好了，结束了。结束了，我那个烟花全部撒到了，好开心。如果大可以拆塔，不行。你看我塔拆掉了。是。立刻、啊。我还不仅仅你开外挂。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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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 AD 都改成当初那个身份，差不多。圣母不见。很便宜了吧？哎，怎么了？新模组了吗？我已经准备好了，两个月前我就已经准备好了。单机游戏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没关系。It is new。
过兔，我这样子，你都没有跟兔比。南刚说好啊，我不是你朋友啊。啊？两个辅助啊！那我们这场也太硬了吧！啊！没事没事没事，走。太凶了。嗯。老师，你提到关键字了，那都是我今天传给那个漫画。关键字？什么关键字？什么关键字？什么关键字？喝公主吗？哦。我找了没有关键字，我没看到关键字啊。啊？都朋友吗？咦、嗯嗯，你过来给我吃。是我们都很硬。好笑。我脑袋完全呈现出我今天去的那个照片。我怀疑。提示的部分。不是他在开车。我觉得阿姨没有看过这一部。不是他在开车。那一部叫什么？我真的很过完。我不叫什么？我怎么开车？红四个。等一下，剩两个辅助，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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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我不行啊，我只剩六颗了。你那个谁，那丁鲁斯是谁啊？阿云啊！哎，你不要一直把小兵敲掉，我要飞了。但我在布局，下一秒被敲掉。这个水很深。不懂啦，不懂啦，阿云在帮你布新的局。这个水很深，我理解不了。他要一局比一局还要大。格局拉大点。哎、欸，阿牛手机给我看。没有，没有要上啊。你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要。不是啊，有人不认真啊！哦。谁不认真？谁啊？不认真啊？对不起啊。不是，我刚才想说。上去，然后丢个 Q 跑回来，然后我还真的回来了。哦呦哦！看，不屌，不一样，牛逼啊！你看吧，不是说吧，他在复习的局，我不懂。庸人自扰啊！勾他，你是庸人，你是庸人。靠背按住！哦，他们站一起哎！哇，很香哎！太大过去了！啊！我被钓到了！啊，烦了，我一直低位。之后，这个狗狗就会学会猫砂，猫砂。
太短了吧。拜拜。他怎么没死？我们去叫他上个级。但是你知道，你秒掉他三个打击，厉害吧？他就是不给我丢车轮饼，太过分了。不是，我先没磨。呼！很娘嘞，你是空啊？哎呦！你干嘛？对吧？他很扭。靠！
友。他自己飞过来了。是吐爽的、欸、但过不去你哪里为什么都不是哥在看看我们有不到人欸赌上我速度吧，两颗。这快喷了，喷喷烂嘞！哎、欸，为什么干？我不带卡一下、啊，操！哦。嗯？啊，助伤我吧。交给你了。沙冰，沙冰，小心沙冰，沙冰很粗啊。我用我的霸气威吓他了。哎呦！啊屁嘞！但他们 CC 也太多了。我怎么帮小兵加防 ？Q 他，灭世石头，是灭哪一边？我好像很灭哦，打不赢我了、啊。他好稀哦，但他超缓的、啊。什么东西？
等一下，等一下，十秒大学。十秒大学。我操！他居然。十秒闪现，哦，哦，有没有复攻？那好痛！这个血包，这个血包，这个血包。好坏，又出生。现在吃的不能吃。塔拆掉，塔拆掉，好像有点难。出在我们加速上面。啊，阵容差太多了。阵容不好，那个阵容太差了。懂你的，懂你的。哦，我追不到啊！你不要，我要喽。马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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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狗。干怎么那么缓？扎西啊！你快来救救我！妈的，操！拿水滴机，没那感觉。借我输一口，干！你这样，你这样怎么，你这样怎么打会战？啊，那我不活下来啊，我怎么办？那就这样了。我有那个吗？不要。但他怎么那么稀啊？拉一下，拉一下，我们没有物防。他一塔都吐掉，阵容确实很差。谢谢。那很想吃啊！操。
完了。我怎么断 Q 了？是不是？我们台有好几个哎。牙素哎，太棒了吧！最喜欢这只角色。不要力气，力气就是这样。哎、欸，难得我可以玩猫咪。猫咪是你哦。对啊。那我也是啊。阿妹妹，我想玩杰利。牛牛啊，最喜欢玩牛牛了。你是荷包阿姆姆吗？你要往荷包阿姆姆？哎！哦！哦，我看到这个好帅啊！听歌。是我想要的造型，那金克斯想要的造型我都有。他的美术图很好看，拇指的非常。但我刚刚也在看这个，我觉得这个不错。说竭力吗？好丑！妈的，你在丑哎！我就喜欢另外一个。你为什么感觉我好像没那个遮住眼睛那一个？对啊，反正就竭力的另外一个造型。那我根本就墨菲特。
出来啊！来啊！叫你过来没听到？哎呦！哎靠呀！这是维嘉。擦！擦！哎呦！这也是大海三座，好烂！那、啊、你们被两个屁眼人丢死了，屁眼人，是吧？被他们屁眼的地板，屁眼。骂你，我骂你，我也是乐队，你不是木头、哦，你也是木头的。不是、啊、那这样，杰利看起来跟你身高差不多，他也是乐队。没有，杰利不是乐队。没有，这个不是单纯。我是真乐队。没有，你只是头。阿木是乐队人吗？关键我是假的。是吧？在全世界他妈都约的，在矮的人都约的约德尔，那么佩勋也约德尔，约德尔的。好怀念的名字呢。我就跟佩勋讲，但我注意他很久，他妈的一直撸，超烦的。靠腰啊！哎、欸，那、啊、你怎么没中啊？哎、欸，我没有死哥啊！我觉得你要被讨厌。抱歉，我真的還不知道有死哥。美丽的，美丽的。我加明，魔棍桃。草莓今天漫画有没有追这句话？那漫画有没有追这句话？有。真的。但确实是有说的这么的问题啊。就是可能叫他在大力一点呵呵之类的。非常像谁啊？公主啊？啊！哎！哦，烂炮兵！不是，刚才有小兵，我要扭一下。你扭太多了。你不闪现，你死。因为我拍就核爆不出来。看不懂他打。没有，你只是装备还没出来而已。你核爆的出来的，相信我。你的大招都是进化、啊。OK， 大招都是金马 OK。啊，是吗？没有，你把他的大招当做不一致的大招，然后你会跑变快，然后你的 Q 会自带连锁闪电。就是不一致，
附赠大刀加警花。对，加连轴闪电，加熊熊的被动。他妈的！哎、欸！妈的！哦，不要！干嘛啦？妈的！好妖哦！里面还有一只。啊！干他怎么没死啊？操！嗯，算他打不掉，我手还是飞过去。开战！大东，他运气太好了吧，他 Q 刚好最远距离，然后刚好飙到了。哦，好烦哦！哎，再来一点，再来。哦，嗯，看到我还没看到，狼刺蜘蛛就是刀刃配合了。他们可能去做一些回来了，他们可能去做一些情侣会做的事情。做什么事情？玩游戏？我怎么不知道？啊？玩宝可梦啊？啊？欸，我以为那个宝可梦要出第二集。我的珠子的纸不见了，我现在在找它。现在？就我刚刚就在边折边折。不要！哎呦！不用。怀疑的地方，就是放到那个 everyone 我跟你讲，等一下看你们上场哦。我跟阿姨，要就是阿姨要睡着了，我要先去洗澡。嗯。阿姨要下了。为什么你可以要洗澡了？我要先去洗澡。那你要上场。你们两个来打吧。
确实。哇，这样不细微了。就我不是 AD 的、啊，我不是 AD 的。你不知道我明天休假？我们你应该不用出这个吧？我一直跟你说我连休假。不用。有用吗？不用不用，你要出纳奥吉恩，然后开花。没有，你应该出卢登的。没有，他应该出那个的，不是黑的。他应该出一级都要克。没有，他要出卢登，然后玩蘑菇。你倒比我厚。但是有点慢半拍。你是买那个帐篷的构思？怎么那么能扭啊？那回家我也打完了，你跟我聊吗？可以到了。三连杀，想换手机，有人要跟上吗？我想跟。哇，嘉明想跟你，可以吧？但我跟不起。难咯，一公斤就跟不起。可以啊。不一定耶。屁股牙卡一刷。他妈的！有人在草丛。我怎么？太顶了。是、欸，你知道吗？我这个，讲哦，我上个礼拜好不容易去面试，然后就说他，我会再联络你。嗯，他说就说他到底参加他有本科的，他说他十月才会用。就是要等这个啊，十一月。但还要再找啊，我觉得我又只能找那个桃火附近的。对啊，桃园路很多可以找，不是吗？我都找过啦、啊，都没有，都没有啊。还是你说哪一间、哦？我去应征看看。你要找几点到几点的？我看到我跟鸭肉饭还在招人。你鸭肉饭超不要，鸭肉饭超。你那么爱吃。你说那个哪一间的鸭肉饭？全家旁边那间。哦。全家旁边那间。我靠呀！我要看你现在找几点的。哦。哇，你可以。还有些语文上次上之前上班那个那边呢？联社。联社。哦。联社钱少。
他现在连钱都没有。对，我现在连钱都没有啊。那你是说桃一样在桃园附近的那个美联社？没有没有，我们家后面那个和平路。家旁边那个、啊，那江也不去。东辉那边的。不去，那你可以去问他，要怎么帮你开的。其他八折的地方。我靠，你家里出去。我先早过。哇，男生很爽哎、欸，我跟你讲，上早班很爽。那我没办法上早班。你知道我上美联社说，我每天带着 Switch 去，然后打八个小时，打宝可梦的八个小时。没有，是打动森。都有，都有，都有。好爽啊、而且那个时候，你前期都在玩宝可梦，玩到烂。没有，我前期有认真工作，认真工作到那个大哥跟我说：“好，你现在去回家，睡两个小时，给我回来。”牛，没认真我是你。而且我现在找我一月，我二月要请长假。没差、啊，二月还没差，没事没有差，没事都没有人。真的吗？那我去。那你可以去麦当劳，麦当劳已经缺了，已经收了。我第一个就应征麦当劳。他没上。没上啊。不可能。不挑。我印象中麦当劳很挑。没有跟他讲你北村出来的吗？没有、啊。我操，北村出来的吗？那不你们吵架吗？你刚说你会吵架。他只需要炸，他不需要吵。他说我平了一个人站。你刚刚说我可以一个人扛起北村的全店业绩。你刚刚说你喜欢拿整颗，不喜欢拿切好。他说赵灿，你要切片、切丝、切成丁，我都可以。哈哈，他说我不喜欢切汤，我切太急。哎呀，好笑。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找陶英路。没什么好看啊，要不然我帮你问。不奇怪，我记得陶英路超多的。那帮你问美联社还缺不缺？看，还是我只能去那个神农堡。神农堡也不错啊，不是静静的吗？神农堡，我认识一个南平路的，你要不要？没有，就那个、啊、高速公路旁边那个神农堡。哦，那边有。我不知道缺不缺，我不知道那边有没有缺。啊，饮料店呢？可不可那些都没有缺、啊？饮料店有，可是不想做饮料店。啊，你为什么去可不可、啊？你不想被饮料的人？你是不是不想要当结账人员？对。但如果真的没有的话，要当还是可以的。不是啊，怎么我在旁边走走，他队友都不见了。可以的话，我想要找，也只能找餐饮业了吧？不然人哪里？黑猫只有寒暑假、啊，而且这次暑假我已经拒绝了。我没想到，我真的找不到、啊。有黑猫有跟我说，如果以后真的找不到工作，来当司机。谁？黑猫啊！他，然后我有个朋友他这次暑假也学黑猫，他说下次需不需要我帮你问哪件事缺不缺人？好啊。认识的人啊？我第一份工作的那家改行当孙东宝。啊、哦，所以你那边有认识的？在南平路，我认识店长，看你要不要。南平路吗？你是要当 PT 是吗？对啊。哦，干，那我走之后先问你们。
一个一个走动的走动。我那个是店长，他一定认识其他分店的，然后他就直接他可以帮你排过去。啊，我就多问看，多问、啊、看哪一家。多问看啊。就是每个色就是一个很凉的地方。哇，感觉我这场出 AD 会有点机会，我出错了。那你就出坦或者出？你出坦，我出 AD， 感觉就有机会。不是以前很痛啊，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痒哦。现在跟皮一样。但是提倡我们继续玩 AD 是不是？不然怎么伤害这么低？我明天告诉你答案。他说。等一下，我要先找一下那家美廉是在哪？就在我们家后面哦。没有，那不是那一家，那间满边。不然是哪一家？那你要是东吧，我明天带你去那边。我明天带你去找那个边。你是在八德。鱼还能活的玩具，八德。嗯，你在八德，你还醒着可以玩玩具。那那我可以让我出去打来。感觉你声音快睡着了。看你快睡着了。没有。要不再讲什么？没错。美联社。你说和平路那一条吗？他之前在那边，但他现在不一定。对啊。你说路能够的？哎，好近哦。对啊，附近在一间。啊，我附近在哪一间？在雷湾，应该是在巴德。巴德？巴德还有吗？还有啊，你说树人三间那一条，反正就都还有，阿德好像有三四间，而且好像也要开新店，可以问问他，明天问一下我的热色店。我两个朋友做美联社，他们都说很瘦。不用，你不用理两个人，你现在问一个他之前有做过的，就跟你讲。没有，他们两个是正在做。不要正在做，做过你就觉得啊，有没有这么爽？哦，我也有想过去那个那间麦当劳，那个。你可以去那种莱尔富啊，那种都很值。可是就是要面对客人，有点烦。尽量。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啊？我的酒。要不要？好硬啊！你要被卡死！其他都我在看，人家说不要被卡死。我第一个卡死。哟。还有，哎，还是拖延啊？嗯。哦，对，我没讲后续。面试之后，他的一个员工打电话给我，然后他说他有一个工作，但好远哦，在桃园观光夜市那边。好远，没有，那离我家真的很远，所以我就没有去。没有，我觉得小熊找的工作都很远。小熊找的工作是别的判距离。什么东西？那你找工作是不是别的判距离？对啊。真假的？你也太猛了。还是就是因为我看距离，所以才找不到？
不会啊，我很看距离啊。我那时候说，我想要找走路可以跳的工作。我的目标是这一条桃园路上面可以找到工作。桃园路上找不到，他妈可以多修路。可是你在面店也不能多修。啊，我做不做完？啊？哎、欸，我很佩服你们去南崁那边呢、欸，怎么会去南崁那边？对啊，怎么去？因为那边很凉。晒吗？有什么？要不要整个老鼠？嗯。对了，他不是老鼠吗？海牛不是老鼠。还有卡马。我附近有藏寿司。超死你！超死你！超稀罕。那好像真的就可以不用去看。那时候找的时候，那张东一直拒绝，我不要。为什么？为什么他会寄邀请给你？收嘛。
动哎、欸，好奇怪、欸。干完全天，我今天不适合玩。玩 AD， 我手。啊，掉到我了。这手腕弯不过来。好啊了，对。你说按键多的。大爵是麒麟啊！麒麟，佐助的。哦，不一样吧？妈的！大屁！男女的大道就是车轮车轮一边开。天崩地裂！哇，你不是玩家文，你也可以那个斗技场，太猛了！斗技场，我两个斗技场可以选，一个是弹跳，一个是旋风。对。哇，一个抓进劳改营。就在吃血球。OK。你可以出金人啊，可是我怕你问题啊。我是会出金人啊，可是我现在就会先出。哦。因为我想打算
怎么有两个？到这里，好吧。哦，我看到，我看到。快哦，这样怎么那么顺啊？有可能。啊。弯的好丑哦！好关他，关他，关他！领域展开。哎呦，你怎么杀死他了？干，你好强！很明显都不勾我哎、欸！哦，被他打了。好烂哦！打不中，白痴哦！好吧，抱歉。啊，你才是。
修他们，修他们，修他们，修他们。这场就是一堆人往你脸上冲，然后那个拉就直接拉没了。那我点。走不过去欸。抱歉，我们鹰条肉这一箱有可不可啊？十三等钢铺。哇！啊，爸爸，你玩了一对喜剧人。啊？玩了一对喜剧人。你看你开场的那个。哦，对啊。
这些洗浴，这些洗浴如何？欠我。我欠你钱。就。所以美联社有缺吗？美联社。好的。那孙东宝先缓缓。没有，我尽。我尽量不以端盘子为优先。因为我的手太，是我的手太抖了。啊，我的手太抖了，我没办法维持，我怕，对，会倒掉。端冷气，哎。冷气抖应该没关系吧？一天1600。你说台北的那个拍那个？你应该要去龙潭了。那有点远。上次去年差点死了。其实你那个是阿炮，遇到那个阿炮。其实跟我一样。龙潭，我们去龙潭不累，但就是有点远。对啊。因为我先从台北。台北我应该不行。给他。我看过那个德恩端那端，我看成看德恩端成那样，我真的不太敢端，你知道吗？跌倒，真是摔跌倒，还是不是很漂亮？算不是，是，我连是一个拿水杯都会抖的人呢。搬冷气可以抖，因为一定会抖。我觉得搬冷气没差，搬冷气抖就算了。哎靠呀！不是啊，可是我只是想要真的晚班。那晚班是什么？我想要真晚班啊！好悲啊，我没有那个。他有一身激动。真的吗？去可不可啊？刚才看到有一间可不可。这个饮料店就是要一直摇啊。你那是摔手。有摇。
里，这个理解我。哇，那你这样的话，那动不动就是了，到底是个轮子。哈哈哈哈哈。那动不动就是，走都走不到。哈哈哈哈哈。那是失误。真的没有看。他怎么爆了？那我西格斯哦。好。为什么我的 Q 打到哪了？为什么我 Q CD 那么久啊？
13等，先等等。哎、欸。哦，13等了。可是我没通知。这个破盾，这个巨蛇风牙，完了，我没筒子啊。
完蛋。一个丢三分球啊！西格斯。哥第就闪现 Q 他。哥，你还想第四次吗？等一下，没通知。你可以闪现 Q 吗？我W C D。Q 了。他怎么硬啊？等一下靠腰，我该调键盘。他好稀呀！
是我跟我的机车普通打不出来。我好了，谢。干，我工作好慢。不会，我牵制他们。靠腰，我没闪现。哇！前面我无法，我无法支援。
欸，我什么时候知道的？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到我妈的？原来他还在你的心里啊！嗯，他还在你的心里啊！我现在多我有一个符文叫 AD 就够了。靠呀！那么专情啊！爱爱丽吗？爱丽啊，不爱丽。不是也可以啊，反正想多丢就丢了。那这草帽不太简单。好贵。